这个树林可不是一般人，因为这是日本出了名的自杀树林，每年都会有很多想不开的年轻人到这里结束生命。久而久之，树林里的怨气越来越深，只要是来到这里的人都不会活得很开。但还是有个不怕死的女主播来到这里直播，她表示要成为第一个走出树海村的活人。可就在这时，她突然看到一个男人走了过去，她还以为是想要自杀的人，于是赶紧追过去。可诡异的是，当她一抬头的功夫，男人就神奇的消失不见了。与此同时，她的 GPS 和指南针也全部开始失灵。赶紧点赞加关注，发送评论区狗头保护。然而下一秒，主播视频就突然卡顿。当直播恢复正常后，女主播才发现刚才的男人已经吊死在树上，并且还和她自己绑在了一起。没多久，女主播彻底晕死过去。此时所有粉丝都在嘲笑，这只是女主播的剧在骗人而已。但诡异的是，没一会树下开始出现一个人影，随后直播就莫名关闭了。与此同时，正在观看直播的菜花也开始怀疑是不是女主播的剧本表演。可这时电脑上的画面全部都变成了死去女主播的头像，她被吓得浑身发毛。好在这时姐姐赶到，于是她和姐姐约定好明天就前往树海村查看一番。殊不知诡异的事情也就开始了。